这说起来，文玉和文秀的婚事，也该操办起来了。这，可大少爷还在守孝期，此时操办红事，恐会落人口实啊，二老爷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现在不景气，同行之间也是互相排挤，这公事局胃口也越来越大，我们苏家的家底都要被掏空了。现在能够挽回颓势，也只能靠联姻了。 此事还需严家的大伯出面，文宇才能在孝期之内成亲。也罢，我修书一封，算是豁出自己的面子去求他严家，尽快把这件事情定下来。可大少爷不会同意吧？哼，这可由不得他。 我自己在园子逛逛就行，散散酒气就回去。今日难得大家都这么高兴，你也不必总是陪着我。我呀，是怕你再喝醉了。上一次那一幕，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。上次我怎么了？上次啊，我要飞到月亮上去。你别胡说！ 东西给你看，霓裳，答应我，以后你有任何心事，都要先告诉我。 不可自己闷在心里，更不要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哭泣。我哪有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哭啊？平日倒是不会了，但是喝醉了就不一定了。都说了，不要提那日的事儿。但那日你哭泣的样子真的很美。 去哪儿啊？大晚上的。